还在牟群众的一家老店，锅包肉酸甜口，味道好，肉有点少，五花肉鱿鱼甜咸口下饭，辣牛汤泡饭一般，石锅拌饭我喜欢。学业之旅，我的家乡天津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轩轩。今天是一家有特色的老店啊，走。三位，三位，来给我们来菜单，看着给写了。哎，自个儿写啊，自个儿写。来这儿先配上小菜儿，五花肉吧，你慢来吃。嗯。哎，来个鱿鱼炒五花肉吧，行吗？行。行吗？这辣吗？这个？这稍微有微辣点，这个泡的差不多，不是什么辣啊，那就微辣的行吗？啊，就微辣的。嗯，石锅拌饭，辣牛肉汤饭，够吃了，别吃太多，这太多，量大的吧啊。行，好，谢谢。锅包肉，石锅拌饭，香辣酱。嗯，先上了两个了。来，嚯，这醋味儿。这个就得脆，醋味还得大，这就那肉量啊。嗯，蘸点糖醋汁儿，热的啊。嗯，辣牛肉汤，这是鱿鱼炒五花肉，味道还不错，就是肉少点。嗯，五花肉还是辣酱炒的，还行，味道不错。鱿鱼，嗯，这好吃。就是菜饭，这个没有味儿。嗯，主要是这个，想来一勺。你拿勺，你那不有勺吗？兄弟，我就爱吃这种拌饭。哈哈，还是我会吃吧。这个酱是关键，嗯，这里有嘛？喝了喝了，牛肉小白菜鸡蛋，说是哦，这是牛肉汤，嗯。来米饭，啊，行，我也来点，我也来点米饭，或是烫饭，烫饭吧，有点小牛渣的，嗯，这儿有牛肉，这儿牛肉并不少，哦哦，这儿牛肉，嗯，就这个稍微差一点，主要是肉少，并不是说味道差。嗯嗯，肉太薄了。嗯，面多。这个视频到这了啊，再见。拜拜。